现在是早上6:40，突然间在吃早餐的时候，两只黑蝙冲了出来。今天跟昨天的风都很大，所以感觉飞比较慢。找到，还来吗？只剩一只了嘞！我现在看南天门这一只，要下去。嗯，有比较近的吗？哇，跑到后面去了。算算算，要去上班了。